可能我人鹹濕啩，即係我將我自己最鹹濕嘅面表露咗出嚟。唔係先，我好想知道我個瘦性可以去到邊？我今日因為大家其實有所不知啊，佢嘅下身著嗰條咧係 T back 嚟噶嘛，我可唔可以望下其實你大概裏邊係咩嚟㗎？可以啊，好緊張啊！有時男人就咁簡單嘅啦。喺佢正片之前又到咗呢個 Chef Shop VPN 嘅贊助播出時間啦。Chef Shop VPN 咧就係一個可以保衞你網路安全同埋私隱嘅一個服務嚟嘅。只要一個帳號就可以無限裝置任裝啊 ，Mac 啊、PC 啊、Android 啊、iOS 啊等等等等啦。除咗咁之外咧，例如你睇 Netflix 啊，或者係 Disney Plus 啊，或者係其他串流平台咁樣咧，都可能因為有地區嘅問題而限制咗你睇嘅節目嘅。例如最近咧，我想重温呢一套動畫《鋼之煉金術師》咁樣啦，就只係得日本嘅地區先有得睇嘅。但只要你用了 VPN 之後就可以解決曬呢啲限制，你中意睇咩就睇咩啦。而家只要用我嘅專屬連結 chefshark.com/蝦條哥，就可以額外獲得四個月嘅免費試用期。有興趣嘅話就喺資訊欄嗰度睇下啦。今日咧就請咗一個應該我預計都會係黃標嘅女嘉賓上嚟，自我介紹一下先啦。Hi everyone, I'm Coco。 在加拿大回香港做嘢啦，咁通常一年回香港一次嘅啫，咁就約到啦。咁其實咧，今次嘅拍攝咧係非常之趕急嘅，佢今晚咧就會坐飛機走噶啦。係啊係啊，跟住拎埋添啊。前幾晚咧先至 DM 我話：喂，有冇興趣合作啊？我一年先會翻嚟一次香港噶。跟住就幾個語音嘅情況底下咧，就話 OK 咗。喂，你好啦，我哋就約呢一日拍啦。嗰晚嘅過程咧，我係覺得啊係好耐冇試過同一個人合作咁爽快。平時唔係咁噶。首先咧，可能佢要諗下啦，或者佢未必即刻覆你啦。可能要諗下啊，我著咩衫啊？咁你係即刻已經係話我睇過㗎啦，我想睇過先揾你咁樣。因為我有做功課㗎，同埋今次翻嚟香港咧，合作最靚仔我嚟嘅。剪咗佢冇計啊！喂，你唔好你咁樣講，你真係講到我放火啊！喂，咁樣今次咧，我點解開頭我話啊，我哋預咗呢集，我預咗啦，呢一集咧係黃標咧，佢就已經即刻話啊，我到時咧想影呢一套，跟住咧我直接飛釘㗎啦，下半身咧就一 T back 嚟嘅，咁到時咧我哋就睇下點樣就鏡頭咯，因為咧 IG 好似唔係好中意咧見到咁多嘅囉柚嘅，如果唔係咧就會ban 你定唔知點樣。我啲唔中意皮，唔中意露骨咯。但係唔好理啦，我哋照拍咗先啦。所以我好感謝你冒住自己個 YouTube 嚟咁同我玩嘅，但係都會盡就咯，盡就。OK 嘅，確實咧，我就好少影呢一類型嘅相嘅。不如你教我點影咧？女人最自信就係性感咯，所以其實你之前影嗰啲都性感嘅。我覺得呢一句説話咧，要你直頭一要打入所有女仔嘅腦海入面啊！最靚就係性感咯。即係你，我覺得你最自信、最自然嘅你就係性感咯。即係雖然我而家著好少衫啊，但係我覺得唔係話多少，因為我著得少衫唔係因為我為咗俾人去透視見我，而我想俾一個自然感咯。我覺得自然就是美麗和性感。嗱，唔係我講的，是女孩子講的呢句説話。你平時影相，你是跟很多攝影師合作，定係都是都係自己影的？其實我都我自己影嘅，真係自拍的，係真係嘅。即係 set 機跟住。係啊係啊係啊。咁如果你話攝影師，我一定有一兩個 friend 嘅始終，但是很多人會成日 DM 話約影相咧。我係要真係好信得過嗰個人咧。才會影噶，即係唔係立亂影噶，因為一嚟我唔知佢會唔會影我真係樣衰啦，係咪先？二嚟就係、是、咁，喂，如果我信唔得過你，我著咁少衫，其實好危險。你都好唔放心去擺 pose 嗰樣。係啊係啊，假設有陣同啲男仔 friend 影相都話，你試下用你最男人最有遐想嗰個角度影。你咁樣同個男攝影師講。係啊。我影啦，我影啦。扮正經。喂，扮正經。自己最鹹，所以面表露咗出嚟。咁你覺得自己而家會唔會有畫下噶？影咗幾年啦，你都會厭嘅。咁但係冇嘅喎，我覺得有時男人就咁簡單嘅啦，佢唔厭咪得咯。
你想我啲相係影得 jable 啲啊，定係？好難講喎，因為好似我喺外國，我覺得係美感嘅，香港覺得係 jable 嘅喎。喺我嘅 angle 咧，就算係點樣 j 法，點樣性感法咧，個大前提都係要靚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呢個係點影都一定要係有靚先至講下面啲嘢嘅。當然啦，我唔係話露幾多啊，我係要影出嚟個感覺係有美感之餘咧，係有遐想。不得了，不得了！我終於找到一個女仔係可以咁精準去講到相嗰、那個核心價值係乜嘢？係有嘅。我哋而家影完啦，個燈光打得好靚喎。你唔好做埋扮啊！嗰啲喂，好靚喎，好靚嗰啲喎，你真心喎。哇，好靚喎！如果你都唔得㗎，唔係覺得真係核突，你就要講啊。但會唔會同你平時影嘅尺度，我好似太渣啊？呢啲好似好 BB 班啊。因為我覺得每一個攝影師有自己的風格㗎嘛，即係我唔會逼你影一樣。不是你平時做開的東西。可以啊，你逼我拍啊，你覺得如果尺度不夠大，你逼我拍啊，我想你逼我拍。你覺得怎樣啊？其實你覺得？我覺得是漂亮的。即是你跟我說今次你拍過最大尺度嘛。如果你說服裝上來說是的，它的下身穿那條是 T-back 來的嘛。但是呢，因為我們疑於尺度的問題呢，因為我們有研究過如果你就算真的拍呢，怕那些平台不批啊，或者是會 ban 咗張相啊，即係黃標事少，黃標事少，突然間 ban 咗逼你 delete 咧，咁啊無謂啦 ，delete 咗咁拍嚟做咩咧？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哋喺個 angle 上咧係就咗位少少，咁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啊黑條你又話尺度好大嘅，其實係尺度好大噶。你睇到嘛？你現場睇到？我就即係呢啲你睇下，其實都少少嘅啫嘛。少少啊，因為我覺得都要意思意思啦。今次改善位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可以再大胆一点的。是的。但是可能我真的未惯，我要多一点时间。这个借口就可以约你再下次再拍了。OK 喎。OK。你开头有没有说你是空姐啊？做空姐啦。咁亦都是 creator 啦。跟住都有做出直播啦。OnlyFans 讲不讲的？可以讲。我比较少提啦，因为我觉得即都是一個 creator 一種，只不過是一個平台啫。上面有啲咩睇嘅咧？你講啲 fans？ 當然啲相會大尺度啲嘅，但我覺得香港係比較少接觸 OnlyFans 呢樣嘢啦。其實我諗點解香港對於 OnlyFans 就負面啲嘅，確實。其實全世界都是的，全世界都係㗎。即係我唔可以講話外國係話完全寬容嘅，都 Patreon 同 OnlyFans 有咩分別啫？我都想問你嘅，點解你會揀 OnlyFans 唔揀 Patreon 嘅？因為美國用 OnlyFans 多啲，香港用 Patreon 多啲。佢個傾偈啊，又或者係佢即係我唔知點知，我覺得佢個 platform 所有運作，我覺得係比較 intimate 多過 Patreon 咯。我 Patreon 就係你俾錢買輯相，就咁樣咯，係一個交易嘅。fans 係即係為粉絲啊嘛，咁就係我係想有個位係同啲粉絲去互動，即係唔會覺得啊你喺 OnlyFans 一定係全裸，就一定係電子雞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係都好 public 講我係唔露噶，即係呢個係我從來都冇去否認噶。有個平台俾啲 fans 喺度，咁我可以同啲 fans 互動，咁佢可以要相又好乜都好，即係有好多我哋可以傾偈去更加了解咯。我反而我好奇個點係咧，點樣令到你啊？我都係，我試下經營 OnlyFans 先。嗰陣時其實我係 COVID 期間，跟住我係一個女仔搬咗去
即係我個 ex 住嗰個城市啦。咁我嗰陣時冇朋友，冇屋企人，乜都冇啦。即係我嗰陣時冇人冇物咁樣。冇物，我又唔想屋企人講話散咗，驚佢擔心。咁又冇嘢做咁樣。嗰陣時航空公司嘅暫時冇俾 job 俾我嘅。嗰陣時 OnlyFans 係一樣已經網上個個都講嘅嘢，好紅嘅嘢、啊。係好紅。跟住我啲相本身都係性感。我哋本身都係㗎啦。係本身有微性感嘅，即係可能香港比較佢哋覺得唔係微啦，但外國係微性感嘅。我有個 friend 話：，屌，其實你出啲咁嘅相，有人肯俾錢嘅喎，應該你唔開個平台啫。點解你要免費出喺個 IG 咧？點解你唔不如賣咧？係咯，跟住嗰陣時我話。嚇、啊、會唔會賺到錢啊？即係我又唔係露點，又唔係性，跟住有個 friend 係真係嗰期做緊，啱啱開始做，咁佢係帶我入行嘅，可以話做之前咧，我都係約咗啲朋友，咁佢哋幫我影相，未 launch 嘅，但準備好曬啲嘢先。咁嗰陣時我未 launch 之前，我都喊曬咁。嗰陣時一個女仔喺温哥華咧 Aberdeen 廣場，都自己喊到乜咁樣咯。會唔會我影咗呢啲相，就算我唔係露點？會不會有男仔會不喜歡我覺得我是 cheap 呢開頭 會有這些顧慮的講了這麼久 OnlyFans、我可不可以看看其實你大概裡面是什麼來的可以啊緊張啊第一次啊 Oh my god Oh my god 有沒有啊你再誇張一點啊你不是我不是誇張 Oh my god剛才我拍這些你行不行其實 OK 的但是有 video 就很難就咯你看我怎麼就啊其實我本身呢我有想過呢我會是跟你今天拍這些的真的你想拍嗎我希望我突破到這個關口那就可以有下次咯是啊但你怎樣出片來的你這樣我不知道再想一下射正打格仔全部打格仔跟住說、你如果要看你唯有去他的 OnlyFans 看那家人是知不知道的呢我有說到的但我覺得家人未必是完全 get 到是什麼概念的但我也有給過他們大概看一看我 IG 的東西我媽咪淨係同我講一句嘢，你一個成人啦，你冇去害人，你冇做一樣犯法嘅嘢，你啱定錯唔係人定話俾你聽嘅，你條路嘅你人生係你自己揀嘅。阿爸爸冇嘈嘅，我爸爸唔知嘅，佢唔係佢咪唔知，我諗佢 get 唔到，但我睇過佢睇啲嘢好似冇反應。因為我覺得我爸爸睇我係一個 creator 咯，我覺得係個人點睇嘅啫。即係如果你當我係雞咁睇我咧，其實我做乜你都會覺得係雞。有偏見啊嘛，我覺得完全係你係可以稱得上係好專業地經營緊唔同嘅 social media。即係如果有人覺得你係賣相好 cheap， 我就覺得真係太膚淺啦咁樣。所以點講？因為我聽你其他嘅 podcast 啦。係啊係啊。你有講句我覺得好正嘅，做雞都冇我揾咁多錢啦咁樣。實際，我真係用心，我真係每日即係拍嘢啊，即係好用心咁做嘢，好勤力噶，我係。你揾我拍嘢啦，咁我即刻就search 你咧背景啊 background 或者你 YouTube 拍過啲咩啦。我做功課。我想講我睇佢同嗰個男仔拍約會你嘅時候咧，佢哋係會 set set 噶。一下啫。佢哋會 set set 噶。一下啫，一下啫，一下啫，一下。咁大家有興趣睇下，可以 search 下 Coco 同阿 Jimmy 係咪叫做？因為我哋拍約會系列係真係當鏡頭唔喺度真係約會，即係佢唔係外國人，佢華人嚟，但係即係我哋外國文化。咁。有 feel 係，所以咧係係咯。哦，即係咁樣睇嚟，我都要同你拍一集約會系列啦。你想死嘅？其實唉，費事俾人知啊，你知道，即係唔係秘密嚟嘅。OK OK。咁但係應該我啲粉絲會嬲啊。OK， 好，咁 sorry 啊，咁我呼籲翻啦，唔好睇喎。啊，唔好睇喎 ，OK。